中阿文明交流互鉴2000多年来，一直互通有无，启迪创新，碰撞思想，书写了东西交融、互学互鉴的历史佳话。近年来，中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快速发展，各领域交流合作不断扩大，沙特民众学习中文、了解中国的热情高涨。这些中文爱好者代表着中阿文明交流的未来。习近平主席给这些沙特青年复信指出，学习彼此语言，了解对方历史文化，将有助于促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。目前，中文已经正式纳入沙特国民教育体系，沙特有9所大学建立了中文相关专业，有8所中小学开设了中文选修课，中国也有40多所高校开设了阿拉伯语专业。随着中阿人文交流的不断深入，未来一定会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学习了解对方文化，成为中阿友好的使者。快来订阅通识，按旁边小铃铛给我们点赞和分享哦。如果有什么想说的，也欢迎在下面多多留言。